前 ，IVE 带着新专辑回归，先行曲 Kitsch 已发布并占据各大音乐榜，并在之后成功达成了 Perfect OK 的成就。想要今日主打歌 I Am 也同样达成了该成就， IVE 更成为了近12年以来唯一在同张专辑有两首歌曲拿下 Perfect OK 的 K-POP 女团，夸张的成绩真的不断刷新粉丝们的认知呢。IVE 真的每次回归都创造了无数的惊喜，相信只有天空才是女孩们的极限吧。